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又系我阿 Man 啊，继续同大家跟进呢个屠龙小队个案件啦。今日已经去到审讯嘅第57日啦，继续由呢个第四被告啊李家田出庭作供嘅。咁啊，今日控方继续问到啦，有关于屠龙小队啊 TG 组群里面嘅内容啊。咁李家田咧就喺庭上面讲啦，咁啊王振强曾经要求个队员咧唔好入理大嘅，但系唔知点解啊，李家田最终咧都系入咗去理大入边搞搞震嘅。而李家田走咗入理大呢件事咧，王振强亦都一早知道内情，但系奇啊奇在咧，唔知点解咧，阿王振强之后对外宣称咧就冇屠龙小队嘅队员喺理大入边啊。嗰一刻咧，李家田就话觉得咧，王振强啊，完全唔当佢系队员一份子，唔尊重佢啊，所以李家田之后咧就出铺发悔气咯。咁呢啲行为咧，咪睇得出佢哋系有几团结咯。摆明啊，系一有事咧，第一时间咧揾你出嚟送死啊，真系好自为之啦。之后啦，控方律师就问到组群里面讲嘅20K 之系咪开心嘅嘢系咩意思咧？而李家田咧就表示咧根本唔知道佢哋讲乜。咁控方就追问啦，既然你都唔知啦，点解当时你唔追问下佢哋呢？啊，估唔到李家田就咁样回应控方啊！佢话解释唔到点解我唔问，咁你真系唔知佢真知啊，定系扮傻唔知啦？对于咁多嘢咧，佢都系听唔明啦，唔明又唔问人哋，咁啊得闲咧乱咁咁样拗水吹，都唔知系真唔知啊，定系假唔知嘅。跟住佢又话啦 ，AR-15 啊，都系喺上庭咧先知道原来系长枪咁解。不过咧，佢就同意咧，屠龙小队系会用枪嚟对付警察嘅。咁啊，对于张铭如咧喺群组发送测试呢个引爆器嘅片段啦，咁啊，李家田就话咧冇乜印象。不过睇翻啲对话记录咧，佢相信啊，张铭如咧应该知道咧嗰个装置系咩嚟嘅。咁啊之后啦，李家田喺庭上面就解释。一幅咧附有标记嘅啊油尖旺地图啦，地图上面咧有唔同嘅标示，咁例如啦，黑色就代表手足啦，红色咧就代表警察嘅搵人跟等等嘅字句啊。咁啊，李家田咧就话咧，王振强要求加上去嘅，咁啊而佢自己咧就完全唔知道咩原因。咁李家田咧喺控方律师盘问嗰阵时就透露过啦，王振强咧有提出过咧12月1日咧想出尖沙咀去示威嘅。咁李家田就回应话啦，去完台湾系咪有得打呢？咁被控方嘅问及详情嗰阵时咧，李家田就话咧，听过有屠龙小队嘅曾经去过台湾接受呢个军训啦，佢估计啊军训应该有搏击啦、体能啦同埋枪械嘅训练啊。不过咧，李家田就话啦，佢唔想参加军训嘅，只系想去台湾嗰度玩，所以咧想先至询问下军训嘅情形。咁跟住啦，李家田又喺庭上面又讲啦，喺12月5日啊接受访问嗰日啊，因为去错咗地方，所以冇出席啊。而12月6日咧，又好似俾人跟，不过佢承认咧，其实都系纯粹拗水吹、乱咁噏，而唔系真嘅。控方律师啊又盘问啊李家田咧，关于其他嘅成员喺群组内讲啊。8号之后呢，我哋就唔使再闪避啦。咁我哋会引战啦，然后班狗就嚟，班狗一放烟或者开枪，佢哋就嚟啦。啲人应该会当系我哋放嘅。咁其实呢，避避都会好啲。咁认真啦，星期日有大 plan 呢啲咁嘅对话。咁李家田话完全不求甚解嘅，只系喺度諗住呢扮无知，完全唔关佢事啊。之后啦，李家田就对王振强讲啊，全世界唔好带装，唔感到奇怪啊，因为咧佢话咧当时有啲时候队员咧就会喺示威现场咧直接拎啲装备，而控方律师又指出啦，由12月7日至12月8日期间啦，有18个钟头嘅信息咧都唔存在喺李家田嘅手机里面。咁啊当中咧包括李家田问系咪今晚要去港岛先，咁啊其他成员就讲啦，听日引战系咪即系掉几支走就得，引战都要避弹。咁明知听日有大嘢，用得你哋几多时间呢？呢啲咁嘅对话。咁李家田就解释啦，话离开组群呢就会啲信息呢自动消失咯。好啦，今日啦，李家田就俾完口供㗎啦。而阿林之莹呢就喺审讯期间呢曾经向法官提出啦，申请要求呢控方呢提供李大违风嘅相关证据呢再次提出申请啊。并要求呢控方呢提供素材同埋写入同意事实进行协商啊。咁大家如果先想知道呢屠龙小队嘅更新案情呢，咁就要继续留意呢审讯嘅最新发展啦。咁我哋下一集再见啦，拜拜。